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，一切将会以游戏内实装为准。嘿，兄弟，我是悟饭，我是 Brian， 今天玩什么？今天来到我们的全英雄一 v 一哦。对了，就会使用格雷特来对战全部英雄的。那以往呢，我们都会分成两个阶段的嘛。对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普攻的嘛，第二个阶段就是火力全开。没错啊，在普攻的时候就只可以使用普攻，在火力全开的时候呢，就什么都可以使用的哦。对了，但是在这一边来讲呢，只使用普攻的格雷特是肯定杀不死人的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一 v 一对决啊，就是格雷特对战全部英雄呢，只会在火力全开的阶段啦，也就是说每一场呢都会什么都可以用的，可以用武装，可以用能力之心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普攻三个东西的。对了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格雷特一打一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吧。Let's go。Hey! Right there!
哎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的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